厦门五龙窑艺术馆展出了陶瓷、书画、钱币等文物，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及游客前来参观。据介绍，同安坑子口制陶窑于1820年由洪天香创烧，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窑炉依斜坡而建，坡度约15度，整体落差约十米。窑炉修长，形如长龙，故称五龙窑。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历史与科学价值较高的近现代工业遗产。 二零一九年，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确认颁发单条最长的龙窑和拥有龙窑数量最多的龙窑群两项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称号。五龙窑产品以日用粗陶为主，远销海内外。文物专家认为，坑子口制陶遗址见证着海丝的发展，为研究近现代陶瓷外销、下台贸易以及陶器装饰技艺外传提供重要资料。从福建三千年的造窑历史，近现代。 厦门，呃，窑业发展的生产技术来看，双子口是保护最完整的一处遗址，也是见证福建省乃至厦门近现代工业遗产的一处非常珍贵的遗产。在开馆仪式上，厦门市同安区文旅局授予厦门五龙窑艺术馆,馆馆长柯福胜“五龙窑守护人”称号。 二零零七年至今，柯福胜个人出资七千多万元对五龙窑遗址进行修缮保护。他表示，未来五龙窑艺术馆将通过举办陶瓷艺术展、体验交流、讲座等活动，向大众普及陶器文化知识，加深人们对文物保护的认知。现在我们把五五条古龙窑保护起来，我觉得是传承文化，还有以后可以为我们的文旅事业。 做出很大的贡献。接下来，我准备在我们五郎窑这个地方腾出一个地方来，把台湾的艺术大师、年轻创业者、陶瓷的爱好者请到我这边来，进行创作融合，搞一个两岸艺术家创新创业基地。